来，你手给我抬起来，抬平，伸直。王威到，你对黄子韬进行提问。黄子韬到，你一分钟现在可以做多少个俯卧撑？六，动。报告，我不相信。要不要证明一下？报告，我这有秒表。哥哥，你多大了来着？我今年21。你才21岁，长得已经跟30岁，长得已经跟30岁了。现在你们有谁想对你战友进行提问的？报告。好，你想对谁提问？黄子韬。好，黄子韬，你什么表情啊？我太愿意了。报告，我赢阵。俯卧撑。黄子韬，这不是休息吗？唱歌也不行。好，黄子韬，起立。来，出来给大家唱首歌，表演一下，快点。你点的歌我唱给你听，你想听什么了？周杰伦的吗？我就喜欢听军歌。不会。那你说让我点什么，你唱什么？就点什么唱什么。不是。